我是一个大怪兽，哈哈，我是个坏怪兽。这不，我带来了三个神奇的糖果，谁要吃了我的糖果呀，就会变得和我一样坏。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打败奥特曼。我是奥特曼，我也带来了三个神奇的糖果。我呀，我可是一个好奥特曼。我这个神奇的糖果，谁要吃了，谁就可以变得很强大了，就会和我们一样强大，然后啊，去做好事呢。臭奥特曼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呢都不会吃你的糖果，都会吃我的糖果的，是吗？那咱们就等着瞧好了。听说奥特曼要分糖了，奥特曼家的糖果可好吃了，而且还有神奇的能量呢。嘿嘿，奥特曼，我可以吃一个你的糖果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光头强，你吃吧。好的好的，我要赶快吃糖果变大之后，帮我爸爸和熊大熊二一起去保护森林啊！喵喵喵喵喵喵！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刚吃完就长大了，谢谢奥特曼，我要去保护森林咯。奥特曼奥特曼，我佩奇也想吃一个糖果，我要快点长大，帮我妈妈干好多好多的活。好的好的，佩奇你赶快吃吧。好的，我要赶快吃了啊！喵喵喵。哎，奥特曼，我怎么没有变大呀？哎呀，抱歉抱歉，佩奇，刚才那个糖可能是个普通的糖果，我忘了放魔法了，不然你再吃一个吧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再吃一个吧。啊，喵喵喵喵。怎么样臭怪兽，看看我的糖全被小伙伴们吃光。哈，你个一个都没有人吃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啊？啊，气死我了气死我了。